哎呦我的天呐，我说怎么找不到你了？干嘛坐在这儿啊？自己想冷静冷静。到底谁欺负的你啊？是豆包？豆馅儿？不可能。你哥？花牛？还是你姥姥？不可能是你姥姥啊！你姥姥不是特别向着你们花氏家族吗？对于豆包豆馅儿，一天恨不得咬他3、4次，从来都不敢咬你啊。那谁欺负你了？你妈妈？你不能躲在这儿啊！他们都找不着你，一会儿该着急了。走吧，这不跟他妈妈这耍赖呢，装着晕倒，好像很饿的样子。哎呀，你妈妈爱管闲事儿，这个院里的事儿几乎都是你妈负责管。行了，跟你妈妈这儿躺会儿吧，让她安慰安慰你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小花躺在她妈妈身上，是不是以为在耍赖？给你们走近看看她在干嘛。这不已经断奶一个多月了吗？怎么又吃上了？你把它惯的，是不是你咬的它呀？它又想吃，所以你咬了它，是吗？哎呀，都是你惯的，谁让你不给它断奶的？这院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你好好陪陪小奶狗吧。你总是东边跑一下，西边跑一下，它找不到妈妈，心情不好。看，话没说完又跑了，又管闲事儿去了。得，又把这小奶狗给丢下了。